创下入围金曲台语男歌手很多次但没得奖的记录，但是今年终于等到了，有跟小倩一样在电视机前面看他得奖的时候跳起来而且哭了的举手尖叫一下，他就是我们心里最棒的歌王，对不对？最来人好啊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打伞？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亲情人思乎的心情，不过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命月娘笑阮这尔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手借我，乎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喜悲花。今日春风吹，今日阳光开美。这首歌有一个重点，就是跟我一起比爱心加宝贝这两个字，好不好？我们全场在一起哦。你是我最爱的，怎么那么小声？再一次，你是我最爱的，谢谢，给自己一个尖叫声。我是三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命月娘笑阮这尔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乎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喜悲花。今日春风吹，今日阳光开美。是我的一切，乎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的照顾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你是我最爱的宝贝。乎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冬天的喜悲花，今日春风吹，今日阳光开美，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乎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的照如花，一份爱的代价。大家一起哦！你是我最爱的，谢谢，谢谢我们社团所有现场的宝贝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就好了。来，让我听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许富凯。肺活量很大，再一次好不好？一二三，你们好可怕哦！你们一定很会唱歌，对不对？对。
会唱歌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啊，基本大家都会了。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知道吗？我家里很多的袜子都是从社头买来的，所以是不是给我们社头一个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对，是社头人的，牙齿去我要看一下，好不好？哇哦哦哇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还有谢谢我们台下所有的长官们，给他们也热情的掌声，因为很辛苦。对，也给我们全体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个市场里面所有的朋友，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耶、yeah! ！好，上个礼拜六刚好是我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哇哇，谢谢。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今天呢，就把它当作在台北小巨蛋，好不好？刚好这个时间，我唱了一首歌，叫做《棒红吹》，送给你们，谢谢。对，希望呢，今年所有不好的事就随风而逝，棒红吹。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谢谢我的粉丝，他们应该都会唱。对，看尽情绪红吹的归。对风云我的吹年龄以后来讲情话几情几意是你想会一阵风一阵风风吹人甲人孤孤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的饮酒一杯，藏在心肝底。太少了，太冷了。
冷了吧？哎，不会，还好还好，看到你，我们整个人都热起来了，对不对？你知道今天真的是万人空巷，真的，大家都说小凯要来，所以一大早我早上来这边主持，大概八点多就来了吧，八点多就来了，对，八点多到现在，辛苦。然后呢，我就有看到有人坐在这里，我是说今天晚上演唱会有许富凯，有来就是专程来等许富凯举手，就好多人举手，啊，谢谢你们啊，真的，我好感动，感动啊，感动。我刚刚都叫大家宝贝，我可以叫你宝贝吗？可以。我可以不要脸一下吗？怎么了？我可以听一下许富凯宝贝，我好想吐哦。但我又很想……我会这样讲，凯凯宝贝。大家一起好不好？一二三。今天晚上很好睡了，是不是？你知道吗？你刚刚唱的第一首《名叫陪》，我刚刚就跟那个你的经纪人说，我在电台节目里面，你的歌放最多的一首就是《名叫陪》啊，真的，因为我超爱那首歌，是，很温暖，很温暖啊，很暖心。今天天气微微的凉，回家看完，等一下吃完东西、逛完街、听完歌回家睡觉的时候，就盖上暖暖的《名叫陪》，多好！真的，而且我们现场也有《名叫陪》啊，对不对？真的。有卖名就牌了，当我们有一些纺织品，有一些寝室啊，你知道吗？也都有啊。要跟大家讲一下，冬天的时候，因为手脚冰冷，记得要穿袜子跟戴手套。我相信我们社头都有做这两样东西。对，没错。哎，你很聪明哎。其实睡觉的时候穿袜子保暖啊，是很多人瑞有没有？日本，你对日本很熟？是。很多那个百岁人瑞，他们都是这样讲的。对，就是保健身体。对对对，像我阿公现在已经95、96岁了。也是一样，要健康。对对，讲到阿公，我都觉得凯凯好孝顺啊。他最近不是有一首歌吗？你们都知道是哪一首，对不对？对啊，不是啊，对，是我自己写的歌。对啊，就会想到外婆。对，因为其实今年算是我很丰收的一年，是，对，拿到了金曲奖，对，然后上个礼拜就在台北小巨蛋看完演唱会，演唱会终于看完。对，那对我来讲今年很丰收，但呢疫情的关系打乱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刚好在疫情那段期间给自己一个假期，去想了很多的事情，是，对，想到了以前种种，从一路进来这个圈子，然后很多人的提携，很多贵人的帮忙，对，很多长辈很疼我，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思念转换成词跟曲，写了这一首《无声》。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在演唱会上面唱的这首歌，就整个有点那种泪崩的感觉。想太多事情了，想太多事情了。可是也代表你是一个感性的人啊。对我来讲，因为这一首歌，我每次只要唱的时候，我大概来曲我拢跟大家讲，不管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你把它当作一首新歌听，但是我希望你们心里面永远想着你们想念的那一个人，在这一首歌期间，你就把它放在心里面，用念力去想他。有时候想念没有想的时候，他就会不见了。对，所以呢，我们时时刻刻要想起我们心目中那个很重要的人。对，就是记挂着的那个人。没错，对，没错，他就是那某虾这条某虾某虾，但是默默的在心里面。陪伴着你，对不 对？哇，真的，我们这个现场很多都有去看凯凯的演唱会，对不对？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去看的，请自首。没关系，我们开玩笑的。因为我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办啊，希望大家再来听我。不是，我觉得乡长就是体会到很多可能我们在地比较远的朋友没办法去，所以才会把我们凯凯请到现场嘛，对不对？我看到现场也很多。你想说什么？什么？你刚刚大声想要说什么？你爱凯凯是不是？谢谢谢谢。我知道很多人都爱凯凯。对，因为那个演唱会现场有很多的长辈，所以我相信现场也有很多家庭来的。对，也看到很多的长辈，我真的觉得自己哦很开心，有这么多长辈的粉丝，然后来喜欢听我的歌，我觉得那是很得来不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而且你最近呢，大家有看《孟婆》有看吗？啊，对。那个孟婆歌展，汤美云老师的歌展戏，这是我去年那一段疫情刚好没有工作，然后去拍了这一段。刚好没有工作，刚好就停摆。时间为什么就这么刚好？我觉得老天也很疼我啊。对，在空档的时候赶快给我工作，补足工作给你。对，然后就去演戏了。大家知道我是什么角色吧？知道。修仙就这修竹岗。修竹岗。小诸葛。对，在那个孟婆客栈里面呢，就是文书类的，然后就出很多点子的。对对对。所以明天就可以看了吧？明天晚上啊，对，要跟大家讲一下，对，明天晚上8点公视台语台，明天刚好是我的单元，我跟
我跟林美秀美秀姐，因为美秀姐演我妈妈，太阳系母子。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一段戏很感人，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它里头有很多寓教于乐的一些提醒在里头。对，记得我们真的要把握当下，珍惜当下。永远去爱你身边最爱你的或是你最爱的人。哎，这一句话真的很重要，大家都要放心里，好不好？对、那今天凯凯在这里呢，当然不能让他在这我们等一下要合照之外，有一个人一直在 Q 一首歌那首歌去哪里了？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跑到哪去了？点名出来。他跑到人群里呀、你知道多可爱，一进来就跟我说你今天有没有唱这首歌，對哇拍谁给那里不准备呢，不你给我唱一下好不好拜托一下啦，你一定爱唱，我唱啊，不过伊人阁无去，伊个人是早去倒。不要紧，我相信我爱阿达出来啊，出来就是我们的主持。对，王嘉一直跟我讲呢，我把他名字讲出来，那滴答滴答。我要等他做好，我才要唱。来来来，五宝来。这首歌我专为你唱哦，哈。哎呦，我唱一段。哎呦。在想你，一切亲像在梦中。谢谢。加几点？我看一下时间。现在没关系，你不用看时间，我们可以为你延长。因为刚好，因为上一个礼拜是我演唱会的时间嘛，对，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唱到这一首歌了。哎，怎么那么刚好？刚好唱到这一首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对。主席一听完，屁股就站起来了。哎，好感人。哎，是不是要拍照？对啊，当然。哎，你不要 Q， 我知道你要拍照。刚刚上一个那个陈思安，我忘了 Q 他拍照。哦，真的。然后是他 Q 我。哦哦。对，我绝对不会忘记要跟许富凯拍照，对不对？好，来，小凯，我们往前，好不好？对，那我们工作人员一样协助搬一下椅子，好不好？啊，现在凯凯呢，到我们的舞台的前方。来，我们现场的朋友花花，宝贝们也想要跟凯凯一起入镜，宝贝们自己探头出来，好不好？牌子也可以举高，不要遮到自己的脸，只要举高就遮脸了哈。来，我们一起看前面，等一下，先看地上的摄影师。地上摄影师，对，好，来，一二三，爱心，好，我们爱的宝贝嘛，对不对？好，接下来看我们大会摄影师，再一次，一二三，宝贝是谁？耶，谢谢，太棒了。凯凯，很多人都想要当你的宝贝，人家都是你的宝贝。谢谢。对，这边的朋友也很期待他走过去，对不对？对，真的见到你们我很开心。真的，我唱到激动处的时候，希望你们大家给我热情的回应。可以，对不对？可以嘛，对不对？好，这边也是嘛，对不对？还有拿着我演唱会的那个荧光棒，我感觉真的耶，果然是忠实粉丝。所以接下来凯凯，什么歌？刚刚提到我自己写的歌曲叫做《活下》，希望呢你们心里面想的那一个人，现在放在心里面，我用念力去想念他，带来这一首《活下》，谢谢。掌声欢迎。在你遐，同款插着彼丛无声的牵挂，这几年开的花，拢是思念的形影。门口的孤单，剩岁月甲你作伴，想起了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常常在想念
你乡的囡仔，望伊的身影，紧转来甲你看，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所有一份开窍，藏在心肝。你是不是在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思念无声，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总是有一份感谢藏在心肝，感谢你牵着我偷偷啊行。今天是跟家人一起来的吗？是，举手一下，我看一下，拥抱一下，我看一下。啊！门口的孤单。顺遂我甲你作伴，想起着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定定在想念离乡的囡仔，望伊的身影，紧转来甲你看，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当初有一份开窍，藏在心肝。你是不是在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思念无声，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总是有一份感谢藏在心肝，感谢你牵着我偷偷啊行。一份感谢藏在心肝，感谢你一直将我惜命命。人生有你，我是幸福的囡仔。日后若落山，就会想起你画着我的名。希望这一首歌你们听到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不管你们是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外面生活的人，你们每天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跟他们聊聊天，我相信这是最好最好最好的陪伴。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呢，带来最后一首歌，这一首歌我在唱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手上的手机手电筒把它打开一下，因为香港其实很多的灯光，但是我觉得一片灯海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好吗？对，谢谢你们。对，看能不能超过100只，吼，100只。带来这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抒情歌曲《天里的心》，天阿霞陶的心，吼，谢谢。哇，好漂亮，自己看一下，好美。做人的约定，变成路灯，照这条路叫做人生。
你陪我讲心情，你陪我看风景，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天顶的月，听过偌济人的情话，有年过，像世间人变化足多。若亲像想要体，定定不是你的，电路卡达是地，幸福才开花。我行行行过云岭，你伴伴伴过孤单，咱看看看过繁华，已经变成听袂开的形影。我听你听你的入心，你爱我爱我才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一张你的风景。我听你入心，伊爱我爱我才用心，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不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谢谢所有啊，不管是来自各方面，还是我们社团本地的朋友。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我听你听你的入心，你爱我爱我才用心，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拢是为着甲心爱的人欢迎。原来上帝的感情是两人算苦我甘心，原来上水的春天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坚定。我听你听你的入心，你爱我爱我才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我听你听你的入心，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拢是为了甲适合的人团圆。我刚刚在旁边看那个。